頭髮對於我嚟講好緊要，所以我會好小心去揀擇洗頭水。好多時為咗方便，我都中意將啲頭髮扎起嘅。但就搞啲頭髮咧打曬棘同埋唔夠順滑。我知道 Treasury 而家加入咗最新嘅輕柔潤髮配方，令到頭髮幾時都咁順滑而梳，令到我哋呢啲成日都咁忙嘅人，幾時都可以保持健康形象啦。我哋練劍嘅時候係會戴住面罩嘅，咁所以練完之後咧，啲頭髮就往往濕曬噶啦。如果冇好好護理嘅話咧，頭髮就會變得越嚟越油。其實護髮最緊要就係由清潔開始，咁所以當我而家做完運動之後，就會用由隊友介紹嘅 Treasury 深層清潔洗頭水，令我可以喺好短時間之內徹底清潔我嘅頭髮。佢入邊嘅檸檬同西柚成分令到我有醒神嘅感覺，令到我可以繼續投入工作。如果想擁有健康嘅頭髮嚟配合專業嘅形象，咁你就要識揀一支專業嘅洗頭水。